我想想我唱什么吧，我还是坐下了。小对，还没有，您还没有介绍您叫什么名字呢？哦、那个，我叫王宇。嗯，今年我今年应该多大呢？我今年二十四。你七几年的？啊，我今年十八，今年二十四了。然后就是我为了等这个快男，其实已经等了十年了。然后十对对对，就是我一会儿给你们讲这些故事吧。非常起。唱一首思念是一种病，好吧？行吧。好、哦、好勉强啊。啊，还有别的吗？张三的歌可以吗？啊，好，张三的歌，好吧，张三的歌吧。嗯。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。在身心的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虽然没有华夏美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